到这些事情，其实有时候是物理的现象，是有时候是本身这个结构就是长这样。那我们可以用更聪明的方式去对应它，而不是苦练就好。对对 对, 对，就是可能知道它有什么缺点，或者它有什么强处弱处。就是、或是乐器总是要一直进步，对，一直进化。它虽然曾经它感觉好像比较进步，但是它一定有它的原因，导致我们后来没有办法再继续。那所以现在新一代的发明家可能要想说，如何让它达到一种通用的可能、可行性。这个可能就是后面的人要想想看。对，可是我还是建议学生，你还是要练一下，还要练，还是要练，你还是要练，因为我们还是要好好练、啊。对，除非你还是要好好的拿。你要不然不练的话，你就是自己去发明。对啊，当发明家，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这样。看你是要花时间在发明上面，还是花时间在练习上面？对，因为有些人可能他不想练，他真的头脑比较快，他家里有办法去支援他。我觉得。这样也是造福大家，因为这边说有人跟全部的长笛人哎、欸，对对对，如果他解决这个事情的话，可以，对，这是可以解决的。这是你期待中的结尾吗？